9月19日晚，邓紫棋通过微博晒计程车上用餐的视频，并配文称：“表演在计程车上急速吃午餐，戳我看完整视频。”还有我午餐餐单的大解剖。视频中，邓紫棋扎着丸子头，身穿黑色 T 恤，坐在计程车里，手里端着一盒食物，一边吃一边和大家分享减肥秘籍，自曝减肥时会少吃盐。邓紫棋还提醒网友，千万不要因为想减肥而过度节食，并好好的了解食物，挑选健康的食物，然后开开心心的吃，这样的饮食习惯才能长久。但偶尔大吃一顿，不必有罪恶感，非常的贴心。